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墨趣味森林树屋，小猪佩奇的变色家庭车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哎呦，我们的宝贝儿那么喜欢吗？那么我们一家人快点兜风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喽。哦，今天我们玩的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对对，是的。不过呱呱呀，我继续在车子里头玩不行吗？哦，绝对不行啊！你要去玩的话，去公园玩啊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爸爸，走吧。杰呀，我要下去了。哎呦，小猪，小心点啊，快起来。咦，我是姐姐，我要玩高空索道，我要出发啦。哟，姐姐，我没事，有意思吗？姐呀，我还是在车里玩。哦，小车子呀，我来了，你一定是告诉我的爸爸啦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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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一定完蛋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吵啊。爸爸，这个是怎么回事了？谁弄成这个样子了？快点给我出来。亲爱的宝贝，弄成这个样子，哎呀，我来弄吧。OK。啊，热水室已经准备好了。啊。哎呦，这里也脏。哦，我的机车又回来了。哇，朋友们，车子已经洗干净了。哦，太棒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，大家见面。朋友们，再见，拜拜。